葛三娘子，谁救咱们的？。娘哎，你还等着我回家给您种地去呢？怎么了？你也是穷人家的孩子？刘大姐，娘就还这么一个儿啊！娘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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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团座，前面带头的是个女动兵，还有一个朝你开枪的那个，截住他们，一定要截住他们，特别是那个，开枪打枪那个，胳膊上负伤的连副，咱要活捉他，你看来活剐了他，去，是团座，快去。那边呢？那边也没有，他那边看看，走。啊！哎呀，郑强啊，来，咱们怎么了？这是个地道，我刚才进去了，又深又长，一定能通往村外。哎呀，这是我们老祖宗啊，早就计划好了，这就是逃生的地道啊！啊，祖宗啊，不孝子孙，组织乡亲们同志转移。好，我这去。好，这。兔崽子！Thank you.
哎，团哥，哎，团哥，抓到这儿了吗？前面是死胡同，女共军肯定在这里边，肯定跑不掉了。你说你们这群混蛋，连一个女共军都抓不住啊！哎呀，慌上了，慌上了，给我冲冲，活捉那个女共军，冲！是。仔细的给我搜。喂，喂，女工兵呢？人的尸体呢？尸体不见了。韩总，咱是不是被吊死离山了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撤撤撤，回去干，该输得起，该输得起，撤撤撤，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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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调虎离山了。嗯，快是军长啊，连枪都打不准喽。军座，你呀、啊、那是帅才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那是千里之外。这打枪的事儿啊，都是小兵小卒干的。你很会拍马屁，属下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哪有那么多话可说的啊！兵兵兵不能做，赶快叫卫兵！起来！大军知不知？林军长，志向，不好了，胆小怕是不行了，他已经开始吐白沫了。你知不知？真的不行，志向没有军令，真的不能做呀。志向，干什么？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？
他是张军长的干儿子，我能证明。张军长干儿子话你怎么能不听呢？快去动手术。好，准备手术，护士。走走走。你终于强大起来了，我是不会看走眼。直接回村吧，啊，都直接回村啊，小心点，路上互相照应点，小心点啊。你妈呢？啊，回去了啊，顺着这路就回村了啊，走了走了，小心一点。别开枪！我的人。怎么就你回来了？我们的人呢？啊？跟你一起走的那吴娘娘。没了。说话呀！没了，没了。什么？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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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兄弟们，都回家种地去吧。啊！听不懂人话呀？啊！叫你们走就走！去。副营，副营，副营，副。连长，俺们不走，俺们要跟着你干。对，不走，不走，不走。谢谢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。你们效忠我，我也效忠谁呀？啊？谁又值得我效忠啊？国家，在中国只有家国。是他一家的国，不是你我的国呀。领袖
呸！狗屁！他只不过是用谎言堆造出来的泥菩萨。他们只要你跪着磕头，你们要是不磕头，他们就杀你的头，知道吗？我傻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啊？没脑子啊你们，傻呀！效忠谁不如效忠你的爹娘老子、老婆孩子，效忠你家养的猪马牛狗，还有你的庄稼。我听懂了吗？啊！来，滚蛋！站着干什么？滚！快滚！列队，等会儿。团座，团座，你怎么了？鬼，鬼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看你们俩有鬼样，快把灯放下来！哎呀，把手电筒给我。团座，团座没有鬼啊！快，这，团座，这。真没有鬼啊！团座，你在做梦吧？做你奶奶个梦啊！鬼呀、啊，让他饿得伤口疼，伤口疼啊！团座伤口疼，我去叫医生。哎，等等，把徐医生给我请来，我就姓他。徐医生不在。是啊，团座，是我把他送回去的呀。那你就再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等等，我去。我亲自去，你们给我弄个担架来抬着我，找徐医生，我伤口疼，鬼啊！徐医生，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吧？一切正常，放心吧。那我这是一个还是双胞胎呀、大教授老说我是双胞胎，是肚子太大了。现在还分辨不出来，时间不够，再过一个星期吧。通过听胎音就能分辨出来了，还有一个星期就能知道啊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刘雪明，下一个你去叫一下孙志坚过来做检查。明明知道自己怀孕了，到现在一次都不过来做检查。哎，徐医生，那我去叫志坚姐吧。雪明，你就在这儿帮忙。谢谢徐医生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徐医生，哎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就知道你忘了，我真的不能再拖了，我得赶快打胎，求您帮帮我，
为什么？刘雪明，啊，你看人家王梅子多爱孩子，生一个不够，人家想要双胞胎，可是你呢？我跟王梅子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都是怀孕生孩子？我是不想结婚，更没打算怀孩子和要孩子。梅子她不一样，她是想结婚又不能结婚，她是想要这个孩子，我们不一样的。没听懂。爱情，王妹子她有爱情，可是我没有。或许以前有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有爱情没爱情，结婚不结婚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其实王梅子，她才是真正的未婚先孕。她和她的那个男的，是一个文工团的。那个男的，是个很有才华的编导。他们很相爱，但是他们不够结婚条件。结婚还有条件吗？那当然了，在部队上。必须一方是26岁以上，8年以上军龄，团级以上干部，简称268团，才有资格结合。他们根本不够格，所以被组织发现以后，就要求他们分开。如果不分开的话，就要被调离。那他们……我刚才都说了。他们那么相爱，自然不肯分开。那个男的就被调到了很远很远的一个部队，好像是调到前线去了，调到前线去打仗。两个那么相爱的人，你拿他们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个男的走之前，就让梅子怀上了。怪不得王梅子总是那么开心呢，原来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他们爱的财富和结晶。其实有时候我是很羡慕梅子的，我羡慕他们的爱情，羡慕他们能爱得那么坚定。那个，不是说你也是那个未婚那啥？我恰恰是结过婚的，可是我不愿意承认这段婚姻，我现在也不想去提起他。许医生，我这个孩子来的真的不是时候，所以我真的不能要。现在就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我求求你，徐医生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我真的得打掉他。你说俺好好的，非得让俺做检查啊？你检查个什么呀？宋志坚，根据你提供的资料，还有我们对你粗略的观察，我有点怀疑你肚子里的胎儿会不会是发育迟缓？你才发育迟缓呢！你俺肚里的娃。俺不知道，你知道啊？啊，你别给俺瞎折腾了，好不好啊？你不折腾折腾，你就怕人家说你是吃闲饭的啊？你呀，俺知道，你就想让人家说你有多么多么重要，谁也离不开你，那儿有一群女人都靠着你呢。哼，俺告诉你吧，啊，这个女人生娃呀，俺又不是没见过。打个屁就出来了，我这个屁事儿！志坚同志，这徐医生毕竟是医生，你别忘了李水莲。
孙志坚，如果真是胎儿发育迟缓，后果是两个，早产或者超期产。俗话说，瓜熟蒂落，或早或晚对孩子都是不利的。如果早产的话，以现有的条件还有我们的处境，早产儿存活率非常低。如果是超期孕，就得打催生素，造成死胎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。哎呦，他这个亲娘哎，这医生说话怎么都那么吓人呢？孙志坚，所以说，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一定要现在来检查呢？你现在是孕早期，是最关键的时候。孩子发育的健康不健康，长得好不好，全看这个时候。等会儿呢，我给你把检查做得全面一些，然后再给你抽个血，回头我再给你好好的化验化验。化验，徐生，你现在还能去哪儿化验啊？我那个，我在那个前院，我自己有一个那个土化验室。我土好啊，怪不得你不让俺们去前院呢啊！原来你是给俺们一个一个搞实验呢。哎，你老实说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？啊，俺可是听说过，当年鬼子在东北就是拿俺们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的。你别是，孙志坚，你别胡乱联系。志坚大姐，我说，你这警惕性也太高了吧？那当然了，警惕性高，俺是拿过嘉奖的。你到底查还是不查？哎，你脾气不小了你哈，你爱查不查？哼。许医官，许医官是我呀，团座来了，团座来你家登门拜访啊，快开门呐，许医官，许医官，开门呐，许医官，团座来了，许医官，团座来你家登门拜访了，快开门呐。徐医官呢？怎么找徐医官？他咋说话呢？见过弟妹，见过长官大人。徐医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是好朋友、好兄弟。深夜造访，打扰了。徐医官在吗？他在。我刚过来，他屋还亮着灯呢。啊，那好，哎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来来来，扶我起来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小丫头你留下，哎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。说没事吧？哼，你呀，净瞎操心。胎儿发育严重失衡，营养不良。哎，韩总，您喝茶？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弟妹。哎，你看，您来也没招呼一声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准备。哎，不用准备吧？哎，徐松，徐军医了。啊，徐松，他上茅厕了。啊，他这人有这毛病，一催他，更拉不出来。不催不催，催的多少了？我，
您喝水，我看看他拉完没有。好，他拉完了我就喝。啊啊！哦不不不，哦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意思。我想去看看他拉完没有，我想去茅厕看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让我的秦无名去就行了。老鸭子，你去。是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你不知道在哪儿？我知道路，我去就行了。哎呀，我是说呀，让这个小鸭子拿着手电筒照着路，带着你去，不就很快就回来了？真不用，真不用。一催他，他更拉不出来了。哎，我是上火了。对对对。是是是，孙子，呀，我，哎呦，徐行医呀，徐行医，你是把茅厕里的石头都给捅穿了吧？以前那个痔疮做手术，落下病根上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今天啊有的是时间，我不走了，就住在这儿了。啊？住我们家？哎呦，团座他见鬼了！啊，说上来。啊不，团座，住这儿那真是捧鼎生辉啊！啊，生辉，生辉，哎，哎，生辉，生辉，生个球的辉啊，兄弟！哥哥，我走上背字儿了。怎么了，团座？杀蛇不成反被毒蛇咬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去王灵村干什么去了吗？不是说去教训几个不听话的部下？哎呀！搞砸了，这个除草呀没除梗，哥哥呀是闯下大祸了。这回我还是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呢。徐松啊，你和我弟妹如果能走的话，赶紧收拾你们的细软，速速的离开这个下拱镇吧。说不准明天一早上，这个下拱镇就会夷为平地了。啊！哈哈哈！啊，姜司令，姜兄啊，是小弟我呀。我解释解释，这两天我的电话、电台全部都失灵了，足以证明都已经老化了。我向姜兄申请过多次，给我们换设备，包括经费，请给我们拨下来，可是迟迟未到。哎呀！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。哎，这个现在是这样啊。是我们是在想办法，对对对对。还有一个向您汇报，就是，共党董斌的事情，他现在的行踪还不确定，等确定下来之后，我们会紧紧地咬住他。啊，请司令尽管放心，一旦有了线索，我们马上向您汇报。啊，好，好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怎么，又火上墙了？军座，有麻烦了。您不是让狗团长去干掉舒德启吗？谁想到，狗团长他失手了，让这舒德启给跑了。逃跑了？军座，是真的。昨天狗团长很快就把王林村给拿下来了，可是进去一看，一个活人都没有，就连一具死尸都没见着。这个全村的人突然一下就消失了。会有这种事儿？狗团长吓得回去就躺下了。看来这王林村大有玄机呀。怎么办，军座？这事儿虽然是狗团长一个人干的，可咱们也有失察之责呀。这事儿啊，就怪这个舒德启。当初让他杀了黑司令，他没杀成。本想借狗团长和舒德启之间有仇，灭了这个舒德启。没想到一个个都命大，全都活下来了。现在弄得咱们里外都不是人了。就是他妈这个丁光蛋，这小子他妈走到哪儿都兴风作浪，什么地方的人都得倒霉。请坐。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，干掉狗团长？一呢，是为了灭口；二呢，给咱们铺条路。这个他娘的狗富贵早晚得死，
现在还没必要杀他，留着他有用。让他牵制舒德启，让舒德启牵制丁光旦。哎，这团乱麻可是越扯越乱了呀。别慌，稳住了。第一，要把王灵孙火拼的事一定要捂住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盖住。该封口的封口，该收买的收买，该灭口的就灭口。是。第二，速速派人去找舒德启，看看他到底投奔到谁的地方去了。在他把这件事情捅出去之前，要视情况而定，果断处置。明白。第三，你要去一趟夏宫镇三团，把那儿的情况了解完了以后，争取主动。我去。我命令你去。明白。五娘娘就这么牺牲了，连个囫囵身子都没找着，只能做个一官分。回部队，那些家属怎么办？前天咱们跟吴娘娘一块侦查，你说的战斗方案很好，吴娘娘说的也好，我说的不好。其实我是故意的。